昨天很有意思，来这种地方逛，到处都是摆得乱七八糟的。法拉学院的摆摊其实根本就没有完全确立，又出来了。看到这些摊位把人行道都占满，哪有人管？那么宽的人行道都占，这很不对的。年轻人就爱吃这些黑糖、珍珠奶茶。看到这些摊贩人人都出来，根本没有太大效果。本来应该这样宽宽长长，这是长岛的铁路坐车地方，宽宽长长的路数都被人家占满了。